佛法中说信愿行，一件事情我们自己没有信心就不能成功。请问师父，我们应该如何相信自己可以战胜自己的劣根性，相信自己能够成佛成菩萨呢？信力来自哪里？信力来在哪里啊？信力是看到别人成功了啊，信愿行，愿力怎么来的啊？信心怎么来的？看到别人成功了你就有信心，对不对啊？相信自己你就有信心。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，你哪来的信心啊？对不对啊？好，相信自己。 台长今天开始 我自己要有信心了我说了晚上我11点半最晚要回家了要保持好休息，不能3点钟睡觉了。那我有这个愿力信心来了，来自于哪里啊？来自于我自己觉得我这个人要戒什么都戒得掉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